位大家好，那早上呢就稍微讲一下这个页面啦，还有哪些可以玩。那今天我本来想说晚上可能会稍微更新个那个活动，现在看到了 LeBron James 的这个活动，不过看起来是还没，可能就是明天啦，因为原本是说是明天才会开放第六季嘛，结果今天就突然先开放了，所以我猜是明天啦。那我们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你可以玩什么呢？如果允许的话，时间允许的话，网络允许的话，你可以玩这个玩家对决的部分。好，而且尽量可以用有技能的球员，通常是第四季或第三季的球员会比较好了。那我有稍微刷一下啊，刷这个代币，然后去拿个。他怎么写 Dennis Rodman？ 那个是上赛季的事情了，我们这一次要拿的是这个啊。麦迪好不好 ？Tracy McGrady 抓到咯，这个更新跟老半天，然后直接一个抓错好不好？抓到咯。那并且如果你这个排名啊还蛮前面的话，哦，前20名你还可以多拿职业卡包跟这个高级的组合卡包，哦，高级这个会比较容易抽中70级的，哦，70级以上的。所以今天可以刷一下，哎，今天不错啊，今天的是灌篮。灌篮的话，你就一直冲进去灌篮就好了，比较不会像昨天一样，昨天是要投三分球，所以一堆技能啊，烦死了。那当然也是要看你的那个对面的玩家了。哦，他如果很鸡巴的话，他就会一直投三分球。正常来讲，今天遇到的人都要一直灌篮才对。好了，那第二个是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就刷个对决。一样也是收集这个对决代币，然后我们这次对决的是谁？忘了，篮王对不对 ？Kevin Garnett， 哦，就可以去换个76出来。现在换76出来应该还可以啊，就尽量的刷这样子。那再来还有，最建议你们玩的是这个今日 Live 页面，哦，看你要刷什么，金币关可以刷一下。哦，不过现在球员如果太糟的话，投三分可能投不进。哦，因为他这边的目标，我们来看一下目标。今日 Life 这边，哦，他说这边下牌的都是要玩金币闪电战的。那，啊，如果你总共玩200次的话，他会给你这个100K 加30个奖杯，10万加30个奖杯。所以这边可以刷一下金币关，再来就是刷这个本晚最受瞩目比赛。这个可以刷一下，他给的东西还蛮多的。那他给的东西呢，大部分是可以用在这边的合成。第一个是这个，你只要玩五关就有5个代币，就可以换70种瓶了。那基本上现在70种瓶了以上拿去卖，基本上都可以卖个好，运气好一点可以卖个10几万以上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自己比较佛心啊，我都卖大概7万左右，7万多8万左右，就比较佛心一点。那这边也是，他会给你这个那么多代币，可以换5000块，然后包含经验值也是，还有这个体力也是。你看我这边都是爆满的状态，哦，它有冷却时间，所以要等一下。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玩，就是今天的玩法，就可以去稍微去刷一下这个素材，今日 Life。好，那你也可以顺便刷东西区。现在东西区这个，他是直接送球员的，还不错。以前都是送那个球队代币，他现在是送球员。哦，所以说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拿到70级的。然后并且也是一样，目标今日 Life 目标，你打一关西区，他就会给你69到71，东区也是，哦，就给一次。所以你如果抽到71的话，也是可以拿去卖。大概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以玩这个页面为目标，那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刷对决、玩家对决、赛季都可以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教练或是球衣的话，这边可以抽一下150，先可以花个1-2次，好，可以抽到一些教练，像我就抽到什么呢？这些啊，有没有方案啊？虽然说现在都烂烂的啦，
哦，然后我现在队伍上面用的是这个方案，橘色的，大概是这样子啊，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兴趣。哦，然后这个球衣我是抽到这个啊，就想说加个金币啊，开季先赚个钱好不好？开季先赚个钱。然后也有这个快艇队的，这个也是用抽的，防守属性的这个加成，不过现在这个有加跟没有加一样，所以我就是想说干脆赚一赚金币啦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这边这些球员呢都是用那个早上应该有看到我抽一堆啦，然后再去合成换的，合成这个，我是合成这个你在商店也可以抽这个 Pro Pack， 这个你有抽到70以上的话又可以拿去卖啊。现在卖的话基本上一张一定是超过5万啦啊，如果你卖超过5万的话，明天这5包又有了，你就赚到明天这5包的钱了。现在目前可以这样一直循环啊，这是刚开机的部分可以这样子玩，就先去赚别人的钱这样子。然后这边也是可以用积分去换。好，我的玩法大概目前是这样子。那以上讲解提供给各位，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帮我按个赞，好，别忘了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